不去南昌，咱也能吃到南昌拌粉，还是新年特别版，渣渣辉的南昌拌粉。虽然都是粉，但是螺蛳粉有螺蛳粉的味儿，南昌拌粉有南昌拌粉的味儿。嗯，各种粉各种面都有不同的味儿，但是都有地域的那种独特的风格。大家回的这一款就是在还原南昌拌粉的味道，非常正宗的南昌拌粉的拌酱，一共有七种配料在里面，米粉非常的 Q 滑，又有韧劲又很香。它俩这个花生米好脆呀、啊。哇，这个花生米比我们平时自己做的都香。现在是两种包装随机给大家发，爱嗦粉的姐妹，南昌拌粉是我认为又不贵但是又很好吃的粉。